每个星座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它的人物或者角色。很多人都会认为这些只是古代的民间创作，或者是来自古人面对大自然的无知回应。的确，星座占卜绝对是愚昧的迷信，但是让人意想不到，原来星座的故事角色是古人留给后世一个又一个的记忆勾，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更甚的是，天上88宫竟然是末后人类灾难的提醒。2000年前，司徒约翰照着他见到的异象写下著名的启示录，记述了末后灾难的情景。每一个尝试解释启示录的人都会揣测约翰看到的景象，但是从来没有人想到，原来他当日所看见的正正就是这一片每晚都出现在天上的繁星。今日你和我终于可以透过这片星图看到当日约翰所看见的景象。星際啟示錄讓我們看見司徒約翰所見，解開聖經啟示錄終極的秘密，成為末後災難的答案，成為世人跟隨神引領的明燈。你看見嗎？上星期，耶华牧师继续分享《天马座行动》第15篇信息。撒旦知道将来的结局，原因时间是先创造了结局，先至以逆向方式再创造之前的剧情。因此，结局就是最后的时间之柱。由于时间之柱是时间流当中剧情推进的关键，因此时间之柱是不可以被改变的。所以，撒旦就设法融入这些时间之柱当中，例如以堕落天使与人类苟合的方法，让神不能够更改，因而确保了自己的存在。神容许稗子与麦子同时存在，就是不想消灭稗子的同时亦都毁灭麦子。所以撒旦在世界结束的审判之前，想尽办法从稗子的躯壳进入麦子夺取复活身体。因此在末后时间，神让超频产生，使到内心的好与坏更加快出现果效，亦都让麦子与稗子更加快结果，在收割之前趋向两极化。属于巴比伦的更加快变成淫妇，相对地属神的会更加快变成辛苦。因此
Freemason 不断寻找古文物，翻回最古老的神话，于两极化当中更加快变成巴比伦。教会却不断寻找神的启示，与神的计划更加贴近。所以属神的教会就是将历代历世以来的智慧总和 Wisdom of the Ages 找出来。到最后 Freemason 就以败子的身体抢夺墨子的复活身体。历史上他们曾经做过多次实验，创世纪六章的零六成为了 Raphaim 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而在基督最后能够统治世界三年半，原因在神所预设的结局当中，敌基督在最后确实想出法子夺取部分的复活身体。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条龙明明知道自己将来一定会失败，仍然会按住启示六十二章所预言，站在妇人旁边等候这个孩子出生并且吞吃他。因为撒旦希望以浅微的方法得到部分复活身体的能力，就是用铁匠核管列国，并且神的时间之柱容许他有某程度的成功，使到他掌管列国三年半。亦都因此 Freemason 不断尝试成为启示录第六章的四马。 Freemason 已经成为了头三匹马，就是成为耶和华的刀，而他们正是等待成为第四马，就是得着使死人复活、铁匠核管列国的权柄，甚至藉着这种能力与神为敌。但是最后撒旦只能够抢得少于一个 percent 的能力。同时间神收割墨子，将败子薅出来，天上再没有撒旦的座位，他被赶到地球。同时间教会亦都在神的时间轴当中一步一步被塑造，慢慢孕育成长。最后所诞生的教会在超频之下信仰联系到历代历世智慧的总和，最终得着复活身体和永远审判的权柄，成为第四晚的骑士作出审判，令到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死亡。正如新约教会时代，使徒亦都有审判的权柄，将亚拿利亚和撒菲拉即时击杀。 Planet X 的临近就是另一根时间之柱。上一次 Planet X 临近的时间之柱就是出埃及记的摩西时代，不单止使到十灾发生，亦都引发七个节期的定立。同样今次 Planet X 的到来亦都让我们成为摩西一样，向世人作出警告，在这个时间之柱到来的时候顺水推舟，盼报神的审判。亦都因此近几年地球的灾难频生，两位无义人亦都因为学习第四马骑士而得着审判的权柄。所以希腊神话当中手持收割镰刀的柯罗洛斯 Cronos 就是死神。同样启示录当中神和他的使者亦都是手持镰刀，因此亦都可以理解为叫做死的第四马骑士。而当第四马的骑士大部分都被提之后，有少部分会被敌基督浅昧而出卖他们的墨子身体，导致地上的敌基督军队当中有少部分是确实拥有不死身，在地球上能够有短暂时空穿梭的能力。香港亦都有马场位于前身在乱葬岗的快活谷，通往坟场的街道叫做天乐里。英国就是用这些地标串联出第四马骑士的角色。在答问部分，问题一，如果教会领袖被提了，其他平信徒应该怎样做呢？答案是，其实被提就是为了推动和建立教会这个时间之柱。当领袖被提，甚至数以亿计于坟墓里面死去的人在云中带着复活身体出现，而有极少部分能够成为初熟果子，到达至圣所之后会回到地上数十天，为的就是教导平信徒怎样得到被提的资格。全世界人因此亦都会知道这套信息的重要性，而这套星际启示录信息就是教导人怎样成为辛苦小孩子，如何应验吹角节。而对于信仰初阶的人而言，认识神的时代计划是最为重要，原因这个荣耀的结束已经铁定了。总结感言部分，耶华牧师分享神带领石安成为人类历史的主角，认识天马座行动，原因就是牧师能够确切地听见神的声音，不断被神所带领。但是在神的公义下，能够倾听神的声音亦都要付出信心作出行动，例如分享健康信息，多次为到灾难预备等等，当中有好多的事情亦都是无法解释得清楚，因为神要考验我们的信心，看看我们是否愿意藉着撒出信心的种子结出果子，并且这个果子就是最大的祝福，死人复活永远审判的果子。事实上所有神迹报道家他们的神迹、恩膏、能力、祝福、讲道和侍奉亦都是以撒种的方式得来。正如亚伯拉罕听见神要他献上儿子以撒，对于普通人而言是难以理解的，但是神就是要亚伯拉罕演出这个活剧。同样神亦都要我们以信心撒种，
每年亦都要上演好似阿伯拉罕一般嘅活剧，因为神将要释放嘅祝福越大，对于我哋嘅要求亦都会越高。圣经记载，神栽种佢嘅葡萄树，系希望可以收到好葡萄，但系好可惜，只系结出咗好多野葡萄。而神俾我哋嘅印证，亦都系让我哋非常震撼。例如，我哋喺2013年北上嘅同事，竟然有人发行咗天马座银币，为嘅就系让我哋理解，最初我哋只系希望唔会成为难民而动身北上。嗰阵时，我哋冇谂过，我哋唔单止唔系难民，甚至能够成为第四马嘅骑士。就是藉住撒种，我哋脱离同世界一同受审嘅咒诅，并且成为第四马嘅骑士。甚至喺最后嘅节期秋收嘅时分，揾得上结出死人复活同埋永远审判能力嘅果子。今个星期，日华牧师继续分享天马座行动第16篇信息。其实弟兄姊妹去到呢一度咧，我相信是需要我尝试跟大家去分析翻，其实在玫瑰园计划里面我们所理解的历史，就不是所谓我们现在在历代历世里面过去这千几年，或者甚至是短短这几百年藉着学校教育所改写的历史。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玫瑰园计划说了些什么给我们听呢？其实是多到我相信你们很难想象，因为在我来说，我可以说我是不断悔改的了。那变了是代表什么呢？就是说我不断将真理呢，我是由我初信的时候认识的真理呢，去不断融会贯通在我过去所认识的东西里面。无论那样东西是我自己对人生的体会啊，又或者甚至我对自己的理想的方向，我都会不断藉着真理去不断更正我的嘛。但是呢，到我成为牧师之后呢，我就会藉着很多这些我理解的真理呢，去不断更正回呢，在历史上或者甚至呢我们所讲的文化上面所给我们的错误教育的。咁所以变咗，在我嚟讲咧，当我而家理解咗玫瑰园计划嘅话，就更加理解点解光明会嘅卡里面讲话改变历史咧。因为顶姐妹而家原来喺你同我脑中嘅历史咧，其实系被改写咗嘅，即系佢原本唔系咁，但系咧佢就改写系咁，而起码咧佢揾一班嘅历史学家特登去记载咗另一啲嘢，让我哋 side track 咗，让我哋完全唔知道真正历史系讲啲乜嘢。因为如果你唔知道真正历史讲乜嘢咧，我哋甚至都唔知道我哋自己嘅身份，或者敌人做咗啲乜嘢，或者教会其实可以拥有啲乜嘢，系咪？所以我相信玫瑰园计划已经俾弟兄姊妹理解咗一样好真实嘅事实，就系过去呢几百年嘅历史啊，系被删改咗不得止，最重要影响世界嘅人物同埋事件咧，我哋完全系一无所知。光明会嘅游戏卡有一张内容系改写历史 （rewriting history）， 意思系 Freemason 刻意将过去几百年嘅人类历史改写，目的系隐藏历代君王同埋精英喺历史上做过嘅事情，掩饰其背后嘅真正动机同埋目的，唔让人民知道真相。正如1989年电影《回到未来》第二集的大奸角 Biff 得到未来的体育年鉴，成为世上最幸运的人一样， Freemason 亦都想得到全世界最重要的能力，就是神所给予最大的幸运。他们想独占神赐人凡事顺利的能力，意思就是说，好像日华牧师所形容事件发生的必然率。其实 Freemason 所做的就好像旧约的雅各和他玛，雅各本来不是以撒的长子，按一般情理，他是绝对不可能得到长子名分。但是按神的原则，只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拥有长子名分的以扫轻看这个名分；第二，以扫甘愿将长子名分出卖给他的弟弟雅各，神就会在某程度上容许人以旁门左道的方式，将只有与生俱来才可以拥有的长子名分从真正的长子以扫身上夺去。此外，犹大的媳妇他玛本来犹大有责任将自己的幼子给他玛作丈夫，只因犹大迷信他玛克夫而没这样做，所以他玛不惜假扮妓女，令其身不正的家公犹大为自己的丈夫留后。因此他玛在神面前是名正言顺地以旁门左道甚至欺骗的方式诞下一个得着长子名分的儿子，故此雅各和他玛都是以旁门左道的方式骑劫了长子的名分，所以过程中他们必须隐藏动机，才可以成就他们的阴谋和计划。并且 Freemason 一直刻意隐藏，不让世人知道，
他们想要抢夺这个极为贵重，也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长子名分，其实也都等同神最大的能力和权柄，甚至连基督徒都轻看这个名分，随意出让给他们，大大减少自己的竞争对手。他们用大量金钱、心血建造美国和香港，就是为了要骑劫这个长子名分，这个正正是 Freemason 一直成为秘密组织的原因，并且一直改写历史，隐藏他们在神设立的时间之柱中所做过的阴谋，亦都一直保守他们所知道的秘密，绝不公开，使外人无法得知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因为 Freemason 正图谋骑劫身父的部分祝福，第四马骑士的身份，这个亦都解释了将来为什么 Freemason 有资格在基督徒被提示能够从小部分基督徒手上夺去复活身体。原来这部分基督徒没有遵守真理，亦都不重视被提的资格，更没有警醒等待主耶稣回来，甚至出卖长子名分给 Freemason。 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加上过去数百年， Freemason 比一般基督徒更明白和知道被提的时间和标准，到了末后将会出现辛苦级基督徒，就是那被提的男孩子，拥有复活的身体，得着铁杖辖管列国的权柄，并完成圣经最后三个节期，吹角节、赎罪日和铸棚节。 Freemason 为这群新族类基督徒塑造了如美国和香港一般一个让他们出现及成就神计划的绝佳环境，使自己成为他们背后隐藏的祝福者。于是 Freemason 就顺理成章在神面前取代那些至今堕落的基督徒，夺取其长子名分和复活身体，并妄想以这种旁门左道的方式得着永恒的生命。明显地1776年建立的美国和1842年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就是 Freemason 一手打造的地方。他们供应世上最好的物质和丰盛，让教会可以自由地传福音和活动，使神的真理复还和百花齐放，帮助教会在这两片自由的土地上茁壮成长。既印有教会籍借贷，在金钱上倚靠 Freemason， 亦在政治上让教会在他们提供的安稳环境下生活，受惠于他们的资助和保障。所以 Freemason 就成了教会成长甚至得着复兴的最大恩人。又和牧师在2012荣耀盼望之天马座行动信息中指出，过去数百年间，世上的王者和精英一直在背后以隐藏身份建立美国，因为他们知道在人类历史最后的几百年，美国将会是将福音传到地极和复还真理的核心之地。同时 Freemason 在过去170多年都努力藉着玫瑰园计划隐藏着身份建立香港，他们知道香港将会诞生一群得到启示录所记载拥有第四匹灰马背上骑士身份的基督徒，而锡安教会明显就是其中的主力，甚至可以讲话是唯一的一群。Freemason 在过去数百年尽心竭力地建立美国和香港，协助神完成末后建立辛苦的计划，因为在神面前没有任何人对于建立神的辛苦这份恩情上比他们更有义，所以他们能够成为世上得着所有划言律的王者和精英，取得一切金钱和权力，凡事顺利，亦没有人能够抵抗他们。 Freemason 亦成为耶和华的刀，可以暂时得着铁杖辖管列国的权柄。同时当辛苦教会出现之后，他们又可以以恩人身份在复活身体上分一杯羹。直至到你用玫瑰园这个的方向呢，我们才理解了这么多这些共同的信息，是吧？但是问题是这些共同信息共同得太可怕呢，我相信弟兄姊妹已经其实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解释的。我也决定呢录这个的延续篇，就是这个的天马座行动的延续篇，去解释给你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是知道什么，而因为知道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怎样重新去看历史。而最重要我觉得呢，是我们认识了一个呢是历代历世以来呢很多人都不懂得解的一大批圣经。当我一读回那些经文出来的时候，给少少解释呢，你会发觉有没有搞错？原来这里是这么清楚，如果没有人改写历史，你根本看但以理书启示录呢，是一眼你就会明白里面说什么的，一眼就明白。在上星期主日信息中，日华牧师分享到神是以倒叙方式创造世界，
先决定世界的结局，有了整个人类历史发展剧本，先回到创世纪亚当开始，将人类历史一步一步建构出来。所以人类历史是顺着时间流，按着指定的剧情不断发展，而每件事件发生之前，绝对没有人会知道剧情的进展，因为这个是人类历史的编剧刻意营造，即使是事件的主角亦无法解释，只因事件的关键线索仲未存在。就好像一部精密的侦探小说，作者是有意这样将每一个和结局有关的重要线索刻意以不被人拆穿的方式隐含在整个故事的剧情里面。由于可以将谜底打开的关键人物或证物仲未出现，所以在所有谜底和布局一次过揭穿之前，人是冇可能猜出线索和结局的关系。早前主日信息亦曾藉石安教会的两出电影《封心锁》和《神舟十二号》的编剧方式解释以上的概念。又例如，所有阴谋论者一直都不明白12000年前所建造的三座埃及金字塔、美金一蚊纸币上的传世之眼和 Freemason 设计的这个大国玺的关系。但原来这个是只建于1776年的美国会成为圣经撒加利亚书所预言末后圣殿的根基。而2009年至2016年这七年间，又华牧师所分享的2012荣耀盼望信息，则会成为所罗巴伯于圣殿殿顶所放下的最后一块石头，代表着末后的圣殿将要完成。这套信息亦因此以发光的 All-Seeing Eye 所代表。撒加利亚书4:7，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归于这殿。到2015年，日华牧师先可以将这一切谜题都解明，因为美国在几百年前仲未建成，而香港在170多年前仲是一个小小的渔港，甚至在2009年之前，日华牧师亦没有任何这方面的真知识，根本没可能知道这一切的意义。而圣经的预言同样有这种现象，就是未到发生的时间，根本没人会知道预言所指的是什么。例如启示录提及的七头十角，以及但以理书的70:7和4只兽，亦需要到上世纪才有释经家初步明白当中所指的国家和历史。启示录12:3，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但以理书7:7，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着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日华牧师亦藉29年前分享的天国比喻作详细解释，七头是指敌基督国度的历史，十角则是指敌基督国度最后会成为十个既分开又合一的国家。而第四兽则是由但以理在世时候开始，将会出现四个世上最强大的国度，到了第四个国度就会成为最后敌基督的国度。在现今这个世代到达之前，根本不会有人能够解开但以理书的预言。另外，启示63的666兽印以及18的大巴比伦，日华牧师亦于2012信息入面证明美国就是这个大巴比伦。但在1776年之前，美国尚未立国，亦没有这200多年的美国历史作为线索，试问我们又怎可能知道美国就是大巴比伦呢？启示67:5，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哉大巴比伦，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启示63:18，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而且在1947年之前，人类仲未有晶片技术，电脑亦未能够控制和监视人类，到今时今日可以研发兽印晶片的地步，试问在100年之前，谁知道666是代表21世纪才出现的科技产品呢？同样道理，在 Freemason 设计的美金一蚊纸币上面，那只发光的传世之眼，原来要等到2009年神感动印证日华牧师分享2012荣耀盼望信息之后，才会在世上出现。在这个之前，根本不会有任何线索，因此以往亦不可能有任何释经家或者研究阴谋论者能够窥探当中的秘密。所以美国大国洗底部清楚注明了1776年，即是代表这个计划是从1776年开始。
在此之前亦没有任何人会知道，而金字塔上的全视之眼却是代表2009年至2016年。当然其中所代表的意思是在这个之前同样没有人能够知道。可见神在历代历世的刻意营造，经日华牧师特别在这几年间抽丝剥茧倾听神的启示，时候到了，事件的关键线索亦都逐步出现。到了2015年，日华牧师就将这一切谜题都一一解明了。因为点解咧？因为而家其实顶姐妹，你当你睇呢啲嘅资料嘅时候，听呢啲嘅信息嘅时候，其实你好多嘅疑问多到咧，你哋直情系唔识问啊！因为咧嗰个嘅概念俾你突然间对现实咧系一个完全崭新嘅理解，但系问题嗰啲现实系冇得拗噶嘛，因为历史真系写咗喺度啊嘛，而并且啲街名啊、地名啊、建筑物啊、设施啊、佢哋嘅步骤啊、佢哋嘅层次啊，全部都存在喺度，你冇得拗噶，嗰啲系真噶嘛，系咪？嗰啲你可以有啲嘅建筑物你可以埋去摸啊，有啲嘅设施你可以进入去里面行添噶嘛，即系嗰啲系真实得好紧要俾你知道咧，我哋现存。历史其实被一大班人控制，而那班人控制程度不是好像我们现在看呢历史，好像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列王相争、八国联军打中国、全部都是 random 的，偶然发生这件事，所以是这样。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所有嘢都唔係偶然嘅，全部係設計嘅，包括八國聯軍打中國都係因為用危機行動嘅方式去打啫嘛。而家我哋親眼見到喺呢個時代嘅歷史，美國做開呢樣嘢點啦，係咪？按住聖經所記載，人類歷史經已達六千年，人類社會從過去嘅種種事件、戰爭、行動同不同嘅演進，加上神為人類歷史所編定一啲必然會發生、指定嘅時間之處事件，從而編織成一個完整嘅人類歷史。时至今日，人类历史已经踏进神所设定最后的启示录时代。神为人类所拣选最后的冠军人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辛苦将要出现，并承继神给予人类历史最大的祝福和权柄，就是拥有复活身体和永远审判的权柄。可惜自从 Freemason 刻意篡改人类历史开始，世人就对近代历史存着一个非常严重的误解，以为所有国家都是各自为政，各种事件、战争、行动都只是国与国之间没有妥善的全盘计划和默契下错误地引致。事实上近十多年间亦有不少人察觉到世界的背后原来存在着一个拥有庞大势力的组织，所以不少专门研究阴谋论的人统称这些组织为共济会 Freemason、 光明会 Illuminati 等等。正正因为人类历史经过篡改，他们往往都误以为这些幕后掌控世界的组织都只是为数极少的银行家，或者是一小撮权贵人士。正如私人秘密组织比尔德伯格俱乐部 Bilderberg Group 创立于1954年，由前北约秘书长洛德彼得担任俱乐部领导委员会主任一职，所有参与者都是权倾一方或富甲天下的人，而且必须由领导委员会挑选。已知的出席者包括美国财长盖特纳、前美国总统克林顿、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显赫石油和诺基亚总裁约马奥利拉、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比尔德伯格会议 Bilderberg Conference 是每年都会举行的世界级非官方会议，与会者约为130位，主要是商业、媒体及政治精英。会议拒绝任何媒体采访，亦不会透露任何开会的内容，各国主流媒体亦不会报道这场会议，并动用大量军警、维安人员阻挡外界靠近开会地点，实在相当神秘，因此亦被称为全球影子政府。因此专门研究阴谋论的人都误以为每年全世界所发生的大事件都是由这一小撮幕后的势力藉着每年一次的会议制定出每年计划，将整个世界逐步推进新世界秩序 New World Order。 他们更误以为这个组织并没有政府和列王的介入和参与，却断定整个世界就是如此片面地由这股幕后势力逐年部署和驾驭。实在历史正正给予世人如此肤浅的误解。从2012荣耀盼望之天马座行动信息中，因着神的启示揭开了一个又一个的百年计划，包括约400年前的美国建国、超过100年时间的香港规划、近20年间的玫瑰园计划。这些百年计划都按着共同信息逐步规划出美国这个极为强大丰盛的国家，以及香港这个繁华大都会，而两者在整个人类历史和玫瑰园计划中都占了极为重要的部分。
顯而易見，回顧過往歷史，我們必須除去對於世界幕後操縱者的三個誤解。第一，這股幕後掌控世界的勢力實在比一般研究陰謀論者所想像的都更為龐大。他們不是因應每年的狀況，而是一同聚集商議，逐年計劃出每年應有的明確部署和方向。相反，藉著天馬座行動訊息讓我們清楚明白，這群幕後勢力在每個時代都按著部分預知能力，從而編定長達400年的歷史部署，將美國按指定設計而規劃。甚至在160多年前，亦已經同樣在香港制定了逐年指定而明確的規劃和發展，繼而被美國和香港的規劃都按著4794對應天上金門、銀門。不但如此，美國建國規劃更包含眾多訊息，例如按著所對應的處女座建設多個相關的州份和城市，甚至按著火星 Cydonia 而規劃出他們的首都。至於香港，則是按著對應天馬座的故事而規劃，藉著玫瑰園計劃更展現幕後掌權者對於時間有著深遠的預知。第二，這股幕後勢力並不是一般人誤以為只有名人富豪，而沒有任何政府和列王參與。事實上剛好相反，一切計劃都必須經過列王和大國政府的允許，甚至是由皇族帶領按著指定的共同訊息推行計劃。第三，背後操縱的勢力不僅僅是一小撮人，每年見步行步等候怎樣統治世界。從天馬座行動訊息中讓我們充分認知，這些皇族所帶領的組織能夠非常指定性地預知世界末後的情況，甚至發生在2015年至2016年的事情，他們亦早已藉著預知將2015年的科技發展預示在30年前拍攝1985年的電影《回到未來》系列之中。所以真正的世界歷史其實早已被編排了種種大事，而且按著一個又一個的百年計劃，幕後操縱者深謀遠慮的程度甚至遠越所有研究陰謀論者的想像，並按著不同的時間正在瘋狂地逐步演進和發生。但是因為這樣，原來我們現在要翻身一次，將我們認識的真正藉著玫瑰園計劃讓我們知道的一個真正的歷史翻身一次去理解歷史的話，那我們就更加肯定聖經是絕對無誤的。而事實上為什麼我要覺得要翻身一次，因為為什麼呢？因為就算當年我未研究這個概念的時候，我都是一樣，就算我講天國比喻的時候，講世界末日，講敵基督，我都是只能夠做到一樣東西，就是博覽群書。我看完過去500年來基督教對於啟示錄、對於世界末日的結束的理解法，然後用一個最接近事實的猜度，是吧？所以變成我那時候都說過，這些是最接近事實的猜度。但是現在我相信呢，我現在直接可以告訴事實給你聽，已經不是猜度了。而並且我覺得在這個時候也是應該翻身翻呢，我們現在應該對末世的認識了。因為呢，起碼就如我所說呢，不是過去的數百年歷史是被操控那麼簡單，是過去數千年裡面呢關於歷史的記載是被人修改了。所以變成我們根本其實呢用那些資料其實是看不明白聖經裡面所說的一些真真正正的歷史，因為聖經是無誤的嘛。如果它寫的是真正歷史，但是問題一些人呢去修改了歷史的話呢，我們從書本上看看都看不回聖經裡面所說的，我們只能夠憑信心去信，然後就如我所說找一個最接近事實的估計咁去擺落去咁樣，係咪？咁事實上呢個亦係根本過去真係好可憐嘅，就係過去五百年當中咧，基督教就係用呢個方法咧去嘗試去睇聖經呢一啲嘅真理，但係問題實在資料太少，太多已經係改咗噶啦，所以變咗佢哋冇辦法去理解嗰個事實真相。咁而感謝主啦，我哋亦係因為咁有個初階嘅認識咧。如果沒有當年的天國比喻，我研究關於啟示錄，現在我根本研究很多這些陰謀論，我直接完全不知道我信什麼好，因為實在太超現實了，明白嗎？不是那樣東西不存在，不是那樣東西不是真，就是但是那樣東西太超現實。但是呢，為什麼我堅持到現在來說呢，我可以研究到玫瑰園計劃呢？因為我跟普通人不同，我是堅持絕對相信聖經的。其實弟兄姊妹，可能你沒有留意到，其實我現在講玫瑰園計劃一直講到今天，為什麼我很肯定是這個方向，我很肯定它裡面的資料呢，除了一些沒辦法推諉的事實和歷史上面的明證，甚至我們身處其境，我們住在香港，我們理解星際啟示錄，但是原因我能夠接受和相信這個方向，因為呢只有這個方向才解到一些歷代歷世以來呢人家靠古的經文，而原來呢終於解釋得到了。
所以变咗我喺呢一度，我谂住用呢个延续篇咧，我尝试将整个玫瑰园计划咧，佢所话俾我哋听真正人类历史嘅掌管者，同埋佢哋做紧啲乜嘢咧，我哋尝试喺翻圣经里边睇翻，咁你就会发觉我哋今次所见嘅真系绝对系事实真相。因为点解咧？因为咧好多人哋解唔明嘅经文咧，根本白纸黑字就写紧而家我哋所发现嘅嘢。當然啦，就係呢啲嘅經文，對於一啲嘅釋經家就要唯有藉著估啦。對啲不信嘅就話：哦，呢度咪證明神係假噶咯，哦，證明聖經唔係冇誤噶咯，啊，佢有問題噶啦，佢錯噶啦咁樣。所以喺開始之先咧，我想大家去睇下但以理書第七章第十五節，佢話：至於我但以理，我嘅靈在我裏面受煩，我腦中嘅異象使我驚惶。嗱，當時咧，但以理書第七章嘅時候咧，其實係發生一件事咧。呢件事咧，神特登讓但以理有個咁嘅感受嘅原因咧，真係好合理嘅。因為點解啊？因為其實我哋要知道，除咗其實聖經記載嘅事件咧，佢特登去揾一啲嘅人咧，佢會有承載住某種嘅情緒，而嗰種情緒係會俾我哋理解咗咧。其實神藉著嗰個人，佢想表達咗另一個意思嘅。其實但以理喺呢度嘅身為當事人咧，佢表達咗成個人類歷史當中，因為唔理解呢一啲嘅真理咧，而導致我哋不斷係驚惶同埋受煩啊。因為點解？因為原來我哋將要喺人類歷史當中咧，我哋面對一個解唔通嘅謎，但係呢個解唔通嘅謎實在係太可怕咧，導致係好多人咧。沉浸在这个受煩和驚惶当中，事实上现在我当我解出了，我相信弟兄姊妹已经不单止没有受煩和驚惶，甚至你刚强壮胆。其实但以理见到什么东西呢？简单来说，但以理他是见到有四只怪物。咁而家我哋常常都講海怪座啊，好多呢啲嘅怪物啦，係咪？我哋睇到呢一個聖座最後殺龍啊，倚天又要屠龍啊，我哋睇到 A 計劃又要殺龍啊。其實係講緊啲乜嘢咧？其實原來咧，佢哋都係講緊同一樣嘅好得意嘅概念嘅。咁概念係乜嘢咧？其實原來咧，但以理見到四隻怪物，但係咧佢見呢四隻怪物嘅時候，完全唔知點解嘅。當然我哋嘗試喺歷史上，我嘗試係解過啦，係咪？但係而家咧，我相信有一個修訂版咧，比你更加精彩同埋知道咧，然後完全配合今日我哋所睇嘅呢個事實，你完全明白哦。原來呢度唔怪得以前人哋要咁估啦，因為原來歷史俾人篡改咗，篡改到一個階段咧，直成係根本係完全你冇辦法用翻佢哋所修改咗嘅歷史去解得到呢個聖經啊。但係如果我哋而家所知嘅真正歷史咧，呢啲經文就根本講俾我哋聽，將要發生嘅嘢，同埋咧究竟佢哋嘅身體係乜嘢，同埋佢哋要發生啲乜嘢。但以理其實所睇嘅事咧，其實喺啟述第十三章咧，喺一至到第三節就記載咗出嚟。第一節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七頭，在十角上帶著十個冠冕，七頭上有獅族嘅名號。嗱，留意啊，呢度點解啲人係完全冇辦法理解點解會有十角，點解會有七頭？咁怪嘅，但係咧，如果你一知道個歷史咧，其實而家我咪就係藉著玫瑰園計劃講咗俾你聽個秘密咯。誒，嗱，我哋再讀落，你就知啊。我所見嘅獸形狀像豹，腳像熊，口像獅子嘅口，那龍將自己嘅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他。我看見獸嘅七頭中有一個頭似乎受了死傷。那死傷咧，卻醫好了，全地嘅人咧都稀奇跟從那手啊嘛。嗱，你會睇到呢個就係我哋講緊啟述講到嘅，其實當呢個小孩子被提之後咧，所有嘢都一齊爆發出嚟啦，係咪？成個第十三章咧，佢講到咧，全世界開始被呢個嘅敵基督去壟斷啦。個個都知道呢段係講敵基督嘅，但係個個都唔知道其實呢度係點解，因為我係八幾年嘅時候分享過一個解法，但係到而家嚟講咧，都仲係舉世咧叫做可以話最接近事實嘅解法。但係事實上去到而家嚇我。講緊係三十年後啊，2015年時代啊，依個時候又有另一個解法喎。OK， 嗱，個解法又再比我個更接近少少事實，因為佢更加將而家最新嘅呢啲嘅政治擺落去，但係都唔係真正嘅真理，都唔係真正嘅事實。我而家同大家咧將要講一個真正嘅真理、真正嘅事實。當我講完之後，你即刻睇呢隻獸，你即刻知道係乜嘢嚟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個唔需要你再攞一啲修改咗嘅歷史去擺落去，你直情擺翻而家我哋近代我哋所理解嘅真正歷史咧，你就會知道。其實而家你所睇嘅喺啟述第十三章第一至第三節嘅獸咧，以前我曾經分享過，其實佢係三合一嘅，因為但以理書第七章第三至六節咧。其實是講緊有三隻獸嘅，呢三隻獸咧分別咧，佢哋係有第一隻獸係像獅子啦，佢有鷹嘅翅膀啦，第二隻獸就係其實似只熊，第三隻獸似只豹噶嘛。咁但係去到第四獸嘅時候咧，呢度就將佢三合一變咗第四獸出嚟嘅。但係咧，但以理嗰陣時咧，佢就講咗喺但以理書咧
第三至到第六節咧就講咗呢三隻獸，但係佢冇講第四獸係點樣嘅，因為驚啊就係，佢直驚到直成佢嘅形狀、佢嘅形態咧，佢直成唔能夠講得翻出嚟，所以喺嗰度佢係冇講到呢隻獸咧其實係點樣嘅。嗱，呢個其實點解會喺但以理書第七章？由但以理見佢見唔到個樣，但係點解去到啟示錄第十三章嘅時候係會見到個樣咧？個理由係好簡單，原因就係話講俾我哋聽，人類歷史當中呢隻獸係隱形噶嘛。但以理其實係想表達一個事實俾我哋聽。嗱，我哋試下睇下，好有趣嘅。當你讀嘅時候，你就會明白但以理其實係經歷緊一啲乜嘢咧？神用但以理成為成個人類歷史當中咧，去見證一件事，就係人類都會咧睇唔到呢隻獸究竟係咩形狀，所以解唔到咯。但係點解你話哦？但係點解啟述第十三章會解得到？因為啟述十三章係啟述十二章之後啊嘛，係個小孩子之後咧，佢就將佢形狀顯現翻出嚟，然後仲解俾人聽，其實呢隻獸係乜嘢啊嘛？原來神係用咁嘅方法想俾一個活劇我哋睇啊！从主日信息《时间的秘密》得知，圣经是神超越时空的作品。其实整个人类历史已经完结，只是神于历史完结后返回时间的开始，以默示方式将神的话语给予圣经不同的作者，就是旧约和新约的君王、先知、使徒等等，让所有人都认知圣经所记载的神才是独一的真神。圣经当中有两卷分别描绘世界末时发生种种景象的书卷，分别是旧约但以理书以及新约启示录。从拉线的教导当中亦已经印证这一点，但以理书及启示录不仅同样是记述末世所发生的事，并且神让但以理和使徒约翰分别见到的末世异象，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关联的。但以理书七章一至八节，巴比伦王白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虹，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含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着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后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早于28年前，1987年12月27日，耶和牧师竟然是天国比喻第35篇详尽分享神藉先知但以理在但以理书七章预言世界末后将会出现的四兽。头三只兽在过往历史中竟然按住这个预言准确应验了。第一只兽是巴比伦帝国，第二只兽就是波斯马代帝国，第三只兽就是希腊帝国。这一只兽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给一些更加深的形容它呢？圣经里面曾经用很多东西形容这只兽，我已经上个礼拜提过，就是曾经用头，用头意思代表它的权力，用角，用角表示它的权柄，用兽代表它那种的残忍，还有它那种的非人那种的质素在这里，还有用人像代表它是属于一个的认似人的地方，还有它仍然是人的方面，它是用那班人，仍然是那大人的。但是我们今次看兽的方面，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一节，巴比伦王白沙撒元年，但以你在床上作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把记录这梦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你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浮起，刮在什么？大海之上。第三节我们继续看，有四个大兽从海中，又是海，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留意第四节，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
像人一样有得了人心。嗱，究竟鹰嘅翅膀同埋像狮子究竟系乜嘢咧？如果你有时间睇咧，你睇耶利米书第四章第六至到第七节，以西结书第十七章第二同埋第三节同埋第十二节咧，佢嗰度就讲到咧，呢个系预表巴比伦嘅。嗱，佢有只鹰嘅翅膀就是因为佢，你发觉巴比伦嘅军事嘅方法咧就系以迅速见称嘅。好快可以歼滅敵人嘅，所以呢度就講到呢一個人咧，佢有鷹嘅翅膀，但係佢被拔咗出嚟啊！但係拔咗出嚟之後點？反而佢信得主喎，話通令全國話呢一個先係真神㗎咁樣。所以你要睇到跟住佢話乜嘢啊？佢被拔去咗之後咧，佢從地上得立起來，用兩腳站立啊，像人一樣咧，又得了一個人心啊！佢信咗主啊嘛。好啦，咁第二個國家就係乜嘢咧？我哋睇下第二隻獸咯。第五節又有一獸如熊。就是第二獸旁跨而坐，即是一隻腳高過另一隻腳的，冇錯啦。呢度係講第二個國家咧，波斯馬代咧係波斯高過馬代噶嘛，係咪？所以佢話旁跨而坐。留意啊，佢點解話似熊咧？如果你讀熊嘅時候喺軍事，即係如果係即係野獸啊攻打嘅時候，熊係以咩啊？以大份見稱嘅，係咪？你發覺冇錯啦，波斯馬代佢哋嘅軍事力量係以咩？以人多蝦人少見稱嘅佢哋嘅打法，所以咧。你发觉波斯马代的军事理论一样是用这种方法的。这个兽怎样啊？口齿内是担着三根的肋骨。你发觉原来波斯马代呢他兴起的时候呢他们吞并了三大最主要的国土的。第一个就是苏西安纳，第二个是吕底亚，第三是小亚细亚，就是他们的版图来的。你发觉这三个。第六节第三只兽啊，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那我们知道第三个是讲什么？亚历山大啦，呢一个国家啦，佢嘅军事嘅变化系点样咧？原来佢系好迅速嘅，非常之快嘅，非常之快歼灭同埋非常之残忍嘅。背后有鸟嘅四个翅膀，就系、是、有四个将军帮佢咧，可以喺唔同嘅方法咧去攻打敌人嘅。留意喎，佢嘅军事力量点慢慢转变咧？有鸟嘅四个翅膀，只兽有四个咩啊？四个头嘅。嗱，呢个就系讲佢嬲尾咧，就死咗咧，就俾咗呢四个将军。咁呢四個將軍，如果你想知道佢個四個領土係邊度咧？第一個將軍就係掌管敍利亞，第二個就是埃及，第三咧係馬其頓，第四咧就係小亞細亞。嗱，點解你話啊？點解佢小亞細亞同上面相同咧？因為佢併吞咗波斯馬代啊，咁咪攞咗佢嗰啲小亞細亞嗰啲地方啊，嗰啲人民咯。呢一段經文係記載咗世界國權興衰嘅預言，而呢四獸嘅預言大部分亦已於人類歷史當中應驗。而家讓我哋逐一剖析。第一个兽就是在但以理书七章四节，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这个兽应验在但以理所身处的年代，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即位的时间，约为公元前634年至公元前562年。因为有鹰翅膀的狮子，正正是巴比伦常用的标记。其后白沙撒王继位，但以理就是在白沙撒王即位的第一年看见这个记载在第七章的异象。至于第二隻兽记载在第五节，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含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者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第二隻兽代表公元前539年击败巴比伦的马代波斯王国，当时的君主为居鲁士大帝，他其后释放被掳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回国，就是尼希米归回以色列建城墙的故事。异象里面这只熊口中含着三根肋骨，代表马代波斯王国并吞了当时的三个强国，分别是埃及、巴比伦和吕底亚。而第三隻兽记载在第六节，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好像豹一样快速的兽，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快速兴起的希腊帝国。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6年成为马其顿国王，并在公元前334年开始长达十年的东征。在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击败马代波斯最后一任国王大流士三世，结束马代波斯由公元前539年至331年200年的统治期。亚历山大大帝以短短十多年时间建立了一个横跨中东和亚洲的国家，成就非凡。到了公元前323年，他死于巴比伦的皇宫里面，其后他的四位将领瓜分了希腊的国土。卡山德统治希腊，利西马科斯占据色雷斯和马其顿，
塞琉古一世得到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而托勒密一世分得黎凡特和埃及。这个就是第六节所提及豹的背上有四个翅膀四个头的意思。而第四兽记载在第七至八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着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这个就是其后在历史取代希腊的罗马帝国。罗马在公元前五世纪初建国的时候只是一个小国，其后慢慢壮大。罗马和希腊之间发生了四次马其顿战争，公元前168年发生了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罗马在彼得拿战役里面彻底摧毁马其顿国，希腊帝国亦随之消失了。罗马一直发展下去，变成一个霸占了欧洲、中东和非洲的强大帝国。而吞吃着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罗马人占领以色列后，在主后70年将耶路撒冷城和圣殿毁灭，并且他们不断迫害基督徒，因此第四兽的雏形就是罗马帝国。而经文中亦都记载，这个兽头上的十角就是罗马帝国其后分出来的十个国家。但是第八节讲及这十角的时候，当中又长出了一只小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但以理书的预言清楚描绘出由他身处的时代开始到往后所发生的事情，并且直至头四兽的前半段预言亦已经一一应验，而一般的圣经学者亦都能够清楚解读这个预言的意思。但是从来没有圣经学者能够解明但以理书第四兽的后半部，就是罗马帝国分出来的十国。原因罗马帝国只是第四兽的雏形，要加上其后出现的十国才是这一只兽的整体。公元293年，罗马帝国皇帝大克里先建立了四帝共治制，将罗马分为东西两部分，直至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解体，而东罗马帝国即成为了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罗马帝国并没有被清楚划分成十份，因此更加没有人可以完全解释这只小国究竟代表什么。第四兽于历史上仿佛是隐形了一般，导致释经家亦都找不出正确答案。既然他们连十国都不明所以，那就更加没可能知道这十国生出的另一只有眼的小国是什么意思了。原来这一只十国的兽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所提及拥有十国七头的兽。所以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两个异象都是描绘着同一个讯息，只是神没让但以理见到这一只兽的整体资料。甚至启示录第十三章这一只兽是要直至第十二章拥有铁像核管列国的婴孩诞生之后，才能够由这个婴孩解明。就是解明但以理书第四兽的十国其实是罗马帝国所分出来的十国。这十国上的独眼小国，他口中说夸大的话，正正就是隐藏在历史上的 Freemason。所以我们看看但以理书第七章呢第七节讲话，其后我在夜间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是不是他已经讲了他是见到第四兽的嘛？但是前面三只兽他很清楚仔细讲又像狮子撞墙撞炮这样，是不是？但是问题第四兽他就没有讲到，他完全没有讲到他究竟的形状是什么，只是讲他做到的事。这么有趣，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见证了人类历史当中，我们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见到很多这些事，但是我们见不到哪个做，我们见不到那个真身是什么，直成到现时来讲举世呢都不能够讲出我们会讲出这只兽的真身是什么。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真身是看不见的，但以理书就见证这件事。你看但以理是他亲眼见，是他写圣经，但是他就讲不出那只兽的样子是怎样。他说我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你点解佢突然间一转就转咗讲佢力量，冇讲佢个样嘅？佢话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着碎所剩下嘅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大不同，头有十角。嗱，记住呢、这个十角就系我哋睇翻喺启示录咧，佢又讲翻嗱，呢度全部由头到尾讲到而家咧，全部都讲佢嘅权力同埋能力嘅。第八节，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他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
有口说夸大的话，见不见呢？这个肯定是啦，这个小角，我们知道角是三角形的嘛。你一切了出来的角就是等于一个最基准的长的三角形，但是上面有只眼 ,OK, 而并且是像人的眼，不是狮子啊、猫啊、鹰的眼，是人的眼。那大家你知道这个一定是 Freemason, 是不是？以前来说这人怎么读呢都没有理解这里的，是不是？只知道我突然间见到在权力当中，在权柄当中出了一个这样的人物出来，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在这里就将它解了是基督。但是呢原来呢是因为我们按住个历史的误解呢而这样解的。所以变成你会看到但是你书他见过第一次见过但是有没有讲你受的样子完全提都不提。他只不提他只全部讲他的能力但他直接吓到后来病了。是不是即是完全想象不到这个的能力是这么大啦会样东西啦但前三首他全部都讲他的形状啊似乜啊。但是呢现在所以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去到启示第十三章的时候呢就讲出这个样子。因为为什么因为呢在但以利眼中呢他是透明的。他直接只见到他的权柄能力和他所做的事但他见不到他究竟是真身是什么。但是启示录呢经过在启示第十二章之后呢去到第十三章呢他的真身呢我哋見到喎，佢見到就係我再讀多次啊，啟述第十三章第一節，我又看見一個獸從海中上來，有十角，係咪？又係呢個十角啦，又係講緊七頭，在十角上咧帶著十個冠冕，七頭上咧有獅族嘅名號。我所看見嘅獸形狀像豹，腳像熊嘅腳，口像獅子嘅口，見唔見啦？咪就係呢三種動物啦。冷龙将自己的能力作为和大权柄给了他嘛。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嘛。又拜那龙，因为呢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见不见啊？这里你看到典型了，这里讲到给我们听，第一他不透明，第二他跟着所做的事，但是两者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什么？他们都是统治世界的。因为这里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是讲整个第十三章敌基督怎样以三只兽的身份，一只就是这一只从海中上来的兽，第二只就是龙，这一条龙的兽，第三只就是说 在地中上来，它有两角如同羔羊的这只兽，是不是？那它讲出这三只兽就统治了世界，是不是？是敌基督的。但是问题就是这样了。问题呢很多人解这段经文，既然解它是一个人，于是乎就解这个人，甚至可能是受了死伤，但它复活了，所以全地都稀奇，然后全地都拜它，这样它就成为了英雄。其实呢原来呢就是敌基督刻意，就是我应该说我们要都用回继续用回敌基督这个字眼先。是敌基督刻意去做出来让我们根本是不懂得辨认。因为为什么全地都稀奇之后会拜他呢？如果全地由头到尾都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就说其实现在全世界有没有什么人叫成年人是不知道666是为什么？全世界看惯恐怖片的成年人其实知不知道世界最后有敌基督先？但是咦，那为什么他们最后都拜他的？他们知道拜的，这里说他们很顺摊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全世界人都误解了敌基督是什么，他们看错了，以为他是一个人，你知不知道？但是现在我要从大家用玫瑰园计划这个方式去尝试给大家看看究竟敌基督是什么，而并且呢他是为什么会受死伤。而当我这样讲出来的时候，你突然间会贯通整个历史，然后你就会知道玫瑰园计划其实就是显示了一个这样历史的真身给我们知道。因为历史如果不是真的这样的话，玫瑰园计划是不可能成立，是不可能存在的。踏入2015年3月的春分，神带领日华牧师开始分享2012荣耀盼望之天马座行动信息。神藉住天马座行动信息向整个末后世代展示神自创世以来一直隐藏的奥秘，并且被世安教会如约瑟和但以利一样成为时代的秘密揭示者，成全整个人类历史一个终极的解谜启示。藉2012荣耀盼望信息，特别是现时分享的天马座行动信息，好让所有时刻警醒预备的基督徒在被提前都能够认知自己的真正身份，就是全人类历史里面启示录预言妇人所生的男孩，这个唯一的真命天子将会得着复活身体，穿梭时空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并且得着以铁杖辖管列国的权柄。这个正正就是神藉天马座行动信息，既让我们能够准确认知自己的身份，与此同时亦能够对神给予我们这个独特而崇高的身份持住坚定不移的信心。
一篇又一篇天马座行动信息所揭示的共同信息，让我们得知这数百年来整个美国和香港被建立时的种种规划。就如香港由细小的渔港农村逐步发展成国际大都会，这些规划都是吻合天马座行动信息的内容，对应天上的金门和银门。并且按照2009年版本的 Google Earth 与圣殿拉线，石安教会的发源地粉岭围举办2012信息筹备营的帝景酒店、青马大桥、香港国际机场、香港挪亚方舟，这些地方与圣殿同样相距4794英里。而按照2010年版本的 Google Earth 与圣殿拉线，与圣殿相距4794英里的新地点，就是日华牧师分享以睇太阳当作食物的信息时，教会走遍全港而介绍的两个最理想食日地点，分别是黄金海岸泳滩和南生围。加上日华牧师近年的新居，以及1620年作为开发美国的序幕，当年英国五月花号登陆美国所停泊的地点，与圣殿拉线同样是与4794息息相关。除此之外，过往的天马座行动信息亦被我们认知玫瑰园计划中代表双鱼座的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建造了一条称为玫瑰之路的铁路。该铁路由九龙站的元芳商场及兴建中的香港高铁站开始，沿路经过代表奥林匹克故事的奥运站以及青衣站。因为 Freemason 曾经以献祭方式在青衣附近海域用大火沉没了当时世上最豪华的邮轮伊丽莎白皇后号，终点站就是代表11和 DNA 拥有两条跑道并计划兴建第三条跑道的香港国际机场。不论是元芳商场、香港高铁站以及香港国际机场，这些地标附近的街道名称都与天马座行动信息所带出的天马座息息相关。至于香港高铁站与元芳商场的规划和建设，竟然亦与 Freemason 的标志有关。高铁站是对应 All Seeing Eye， 亦称为玫瑰之眼，而元芳商场这个名字的元和方，则是对应 Freemason 标志上著名的圆规和角尺。甚或整个香港的百年计划与天马座行动信息亦是息息相关，当中竟然完全吻合日华牧师曾经居住的地点以及成长的地方。这些地方包括日华牧师于1961年9月1日出生时居住的地点码头角13街，是代表马的进发街。其后日华牧师于1985年由加拿大回港建立圣安教会时的住处，就是青衣美景花园 Mayfair Gardens， 附近就是之前提及伊丽莎白皇后号因大火沉没的地点。随后直至1996年，日华牧师一直住在红磡霍家道、温斯劳街、别家街交界的福年新楼，这三条街是以香港最初购入的三个柴油火车而命名。1996年后，日华牧师由红磡搬到天水围嘉湖山庄美湖居 Maywood Court， 当中五月 May 与日华牧师一生亦是有着密切关系。1996年开始，石安教会的主要聚会地点亦改为位于形状似牛角的海湾，即现时填海而成的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预表我们将会得着野牛之力。从天马座行动信息揭示香港的百年规划及玫瑰园计划，都是以共同信息表明对应天马座的香港，以及拥有4794终极定命的石安教会，在整个人类历史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身份。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反思，整个香港玫瑰园计划是确实存在，如此庞大的建设以及幕后策划者所付上的心血都绝非偶然。从种种实际建设、现存的建筑物以及时间、地点和事件的吻合，一切都近乎是不可能发生，可以说是非人类所为。因为将香港由渔村打造成国际繁华大都会，种种基建以及玫瑰园计划内的各种规划所动用的资金都是极为庞大，甚至达天文数字，并且当中所涉及的年份亦不单止是百多年的香港发展，而是由五月花号登陆美国建国开始，至少横跨了400年之久，目的就是要建造出美国大国骰上面立体金字塔这个底座，然后等待2009年至2016年这个以平面形态存在的眼睛，就是神以谋略的灵、策略的眼睛所揭示的2012荣耀盼望信息。这个信息的出现就是完成神属灵圣殿的最后一块石头，好让世人藉着2012荣耀盼望信息成全完备，成为人类历史上装饰整齐的辛苦。事实上，香港玫瑰园计划的庞大程度，全世界根本没有任何一个首富、君主或者帝王能够独自一人完成。更遑论一个好似 Freemason 的秘密组织，可以在没有国家政府、君主和列王的批准之下，
秘密地在这数百年间逐一建设出来吗？这样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香港玫瑰园计划和石安教会的印证。第一，这个必然是神给予石安教会的超自然带领，当中连一日都没有偏差感，藉种种证据和资料显明石安教会的时代性身份，就是整个人类历史的最后主角，是神所命定的真命天子，能够得着全人类历史累积下来的最后祝福。第二，由美国立国的规划至香港的玫瑰园计划，明显这一切都是现实存在在我们眼前，包括每一座建筑物、每一条街道，都是幕后的一群有心人，不单只是 Freemason、 银行家、一些秘密组织，甚至是列国的君王，都基于对未来的有限度预知，各国一同参与，借助数以万计不知情的人，悉心地将香港玫瑰园计划逐步规划出来，甚至乎整个计划和规划的庞大程度跨越超过400年，远超一个人的应有寿数，以世世代代传火种方式避而不宣地一直推行至今。从这群幕后知情人士付上如此庞大的心血和财力，可见整个玫瑰园计划背后将要发生在石安教会的祝福和权柄将会是何等庞大。正正因为神给予石安教会这个庞大祝福，甚至列王亦因此参与开始这些百年计划。事实上，若果没有神的启示，没有日华牧师在天马座行动讯息中揭露，时至今日根本没有局外人会知道整个由君王群体策动的秘密，他们的种种心血和努力亦只是表明他们对整个祝福是知情的一群，以及尝试在知情下换取神给予辛苦，就是石安教会这个末后的最大祝福。然而在过往31年间，石安教会在完全不知情底下，存着一颗善良、舍己爱人、单纯、纯全的内心，多年来一直持守一个合乎神喜悦的动机，每年、每月、每日都甘愿被神带领，将神每一个吩咐切切实实付诸行动，绝不苟且，甚至以最优越的表现完成每一次预备，即使不知情仍然不求任何回报，甘心乐意撒出一次又一次美好的种子，直至踏入2015年今日，神终于为整个人类历史最后的终极谜底揭盅，原来全个人类历史以及列王的参与都是为了塑造这位辛苦，就是属灵的圣殿终于建成的时刻。今日作为石安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更应珍惜这个时代的最大福分，在最后的时刻持守这个冠冕，加快赶上明白2012荣耀盼望信息这个终极答案。其实所有的答案呢，我都已经跟大家讲了，不过现在我尝试将它摆放入圣经里面给你理解。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原来呢，但以理书呢是多层次地讲出呢敌基督的真身出来的，但问题呢，他真正的形象呢是一定要加上启示录十三章全章你才知道的。原来这两段圣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曾经讲过，哦，如果你拉线去但以理责备这个皇帝的这个巴比伦的墙，是不是但以理书嘛，然后你又拉线去到这个拔摩岛，就是启示录，所以我说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其实是孖生兄弟来的嘛，两条线你拉埋加了之后就是1008嘛，是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字就是在圣经里面唯一，就是哈密吉多顿，它那个字里面的所有这些字母加埋呢是这个数目。所以变成你会看到但以理书其实原来要黐埋呢启示录去解，但是最重要就是它一定要黐埋呢圣者启示录，你才突然间知道呢，原来这只兽呢在你眼中呢是在全个人类历史当中一直是隐形，但是对于我们教会来讲呢，它的真身就出现了。简单来讲呢，可能大家意想不到，其实呢但以理书第七章加第八章呢才解得通呢启示录第十三章的。OK， 点解呀？因为好简单，因为原来呢两只兽在人类眼中呢都是隐形的原因，是因为没人睇到佢喺边度出处。但以理书第七章呢就讲出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到第十节嗰只兽的出处，但是但以理书第八章呢就讲出启示录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那只兽的出处来的。而你两个加埋再加埋星就是启示录的话呢，那你就知道他们全部原来他们的来龙去脉是什么。早在五年半前2010年1月3日，日华牧师经已在主日信息2012荣耀盼望第三篇拉线一详尽分享到，原来新约启示录和旧约但以理书是一对双生子，是神给予世界末后提及末世预言的两卷书卷，在神眼中这两卷书卷其实是相同，
按住拉线的原理，以 Google Earth 软件由圣殿根基石拉线到巴比伦是539英里，代表旧约末世预言以及被称为旧约启示录但以理书写成的地方。另外由圣殿根基石拉线到拔摩岛，代表新约末世预言启示录写成的地方，是539海里。将拉线到巴比伦的539英里化为海里，就是469海里，加上拉线到拔摩岛的539海里，就是1008海里。数字1008正正代表启示录提及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因为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字的所有字母加起来是1008，而这个字就是记载在启示录16章16节的哈米吉多顿。然而神给予世界末后两本最重要的书卷里面，竟然都同时记载了四兽以及七头十角的第四兽。正如今篇主日信息由王牧师分享到，但以理书七章记载了四只兽，前三兽的形状都有具体的描述，只是到了第四兽却好像隐形了一般。有别于前三兽，第四兽没有任何关于形状的描述，只是预言了它的特性。但以理书七章七至八节，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着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同样启示63章亦记载了这只七头十角的第四兽，当中清楚记载第四兽是由前三兽合二为一演进而成，并且第四兽头上的十角之中又长出一个小角来，成为末后终结时一个掌控世界的国度。启示63章1至8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炮，脚像熊的脚，口像狮子的口。那龙将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带权柄都给了他。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又任凭他与圣徒争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载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大家有没有留意，按住但以理书七章已经应验的预言，历史比我们清楚知道，第四兽必定是吞并了形状如炮的第三兽希列，并继而崛起的罗马帝国。按住但以理书七章的预言，第四兽会一直发展，直到世界末日，并且它头上有十角，从十角中间又长起一个小角。同样地，启示录63章亦记载，由前三兽合二为一的第四兽，即是吞并了以狮子作代表的巴比伦，以熊作代表的波斯马代，还有以炮作代表的希列。这只兽必然指定就是之后崛起的罗马。启示录63章同样记载了这只七头十角的第四兽会一直发展，直到世界末后发生基督徒被提，敌基督掌权，甚至乎666兽印的面世。所以真正的敌基督早已存在于历史中，并且隐藏在第四兽所代表的罗马，就是但以理书七章所预言十角中又长起的一个小角。除此之外，但以理书八章亦记载了关乎人类历史和世界末后的两只兽，就是公绵羊和公山羊。当中提到公山羊抵触公绵羊，将绵羊捉到向地。事实上，早于28年前的1987年12月27日，日华牧师经已向天国比喻第35篇详尽分享。公绵羊代表波斯马代，公山羊即是后来崛起的希列。正当希列强盛的时候，这个大角折断了，并且在角根上长出四个非常的角来，而四角之中其中一角又长出一个小角。究竟波斯和马代呢，他们怎么灭亡呢？我们由第一节开始读起，第八章，这个另一个异象。白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有异象现与我，但以理是在先前所见的异象之后的。我见了异象的时候呢，我在以兰省书山城中。大家如果知道
讀一啲嘅歷史咧，西史你會知道，書山城就係波斯馬代咧嘅首都嚟嘅，就當時佢哋嘅首都嚟嘅。我見異象又在烏來河邊。嗱，當時咧你留意咧，佢就係波斯同埋馬代嘅首相，我可以話嚇，即係可以話首相。咁然後打敗佢嘅究竟係邊個國家呢？打敗佢嘅原來從佢後面而嚟嘅咧就係希臘嘅。咁希臘最出名嘅皇帝係邊個？你知唔知啊？打敗佢嘅亞歷山大大帝啊！好啦，我哋讀落去啦，我哋睇下呢一段嘅聖經第三節。我舉目觀看咧，見有雙國嘅公綿羊站在河邊啊，兩國都高，這國高過那國。嗱，你留意咧。在这里我们讲的波斯马代已经是有两只手了，没错了，我告诉你波斯马代是两个国家来的，他们但是他只不过和好得很紧要，好像兄弟一样，但是他特别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当中是有一个高一点的，就是波斯高一点，我们会读到另一个语言讲到兽都是讲到波斯是高一点，所以他有两只角的这一只羊，留意这个波斯马代的皇帝呢，因为发觉但以你信的神是真的，他自己都信得住的，所以他是绵羊，圣经讲绵羊是什么，是信主的，站在河边，两角都高啊！这角咧就高过那角，更高的是后掌的，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足，受在他面前咧都站立不住嘅，也没有人能够护脱离他手的，但他任意而行咧，自高自大。第五节留意啦，亚历山大出现啦，我正思想的时候咧，见一只公山羊，山羊是信主定唔信主嘅？是不信主的，我正思想的时候，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没错了，希臘就在波斯马代的西边，现在在地理上遍行全地，脚不沾尘的，留意了，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角，这个就是亚历山大，这个是只一个而已，总之说那个两个不同的，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角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我见公山羊即是亚历山大呢，就近公绵羊向他发怒，抵足他，折断他两角，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捉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够绵羊脱离他手的，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呢，那大角折断了，就是那只角，就是亚历山大，但是他死了之后，你看历史你知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就是他手下的四位将军瓜分了他的国家嘛，又在国根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国内。好了，所以我们现在掀开启示录第十三章，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戴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我哋掀开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七节开始，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稀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啊，和遇着她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咧，告诉你。但系呢个奥秘系乜嘢呢？我哋读第九节，智慧嘅心在此可以思想啊。那七头咧，就是女人所坐嘅七座山，又是七位王啊，即系话嗰七个头系七个王啊。听住啦，五位已经倾到。在当时写这本圣经的时候呢，有五位巴比伦啊，末后的巴比伦和波斯马代和希臘呢已经谈到，听着一位还在啊，一位还在就是写这本圣经的时候，那位是谁啊？就是罗马，那位还在这里，他来的时候呢必须暂时存留啊。原来那七个头呢就是讲过去的王国来的，而有一位呢当时是罗马，很明显就肯定当时真是罗马，因为那时他写这本圣经的时候，那个王就是罗马，他统治可以说差不多半个世界的，跟住呢就一位未来到，但是那隻兽就是什么呢？其实那隻兽呢，原来呢即是现在出现那隻兽呢，就是第七位呢加埋那十隻角呢，就是那隻兽了，明白吗？一个就是将要出现的一隻新兽，那是那第七个头加埋那十隻角，而它就是第八位，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兽呢就是第八位了，就是那隻兽跳出来呢就是第八位了，因为它是第七个头呢加埋十隻角就变成另一个系统嘛，它就是第八位了，所以也和那七位同列，并且归于沉沦。那你所看见那十角呢就是十王，他们还没有得角，但他们一时之间呢要和兽同德权柄与王一样，他们同心合意咧，将自己的权力、能力、权柄给那兽。嗱，呢一度就讲出咧呢一个咧七头十角，而家佢真正嗰个身份系乜嘢咯？相隔28年后，踏入2015年，启示录同但以理书所记载嘅关键字第四兽
佢长起嘅一个小角，以及从公山羊四角之中长出嚟嘅一个小角，原来隐藏住一个历代历世释经家都误解嘅奥秘。响接落嚟嘅天马座行动信息中，日华牧师将会为大家揭开呢个崭新嘅启示。而最重要嘅就系话咧，你会理解点解咧佢会系隐喻。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常常用兽呢？其实用兽的原因的理由是非常简单的，用兽的原因就是因为根本很多国家都是用野兽去代表了他们的国徽的，即是我们看到加拿大用水獭，美国用鹰，俄罗斯用熊，中国用龙，即是每个国家其实他本身自己就用兽去代表了那个国家，所以变成其实当圣经这么讲的时候，如果你对历史有少少认识的话，你真的有盡心研究的話，你就會發覺這是最好的方法去認識那個國家。因為為什麼？因為現在你看到很多漫畫都會喜歡呢，是用野獸，用獸去代表那個國家的嘛，代表那個國家所做的事，這隻熊走去搶這些東西，我是俄羅斯想做這些東西，明白嗎？所以變成你會看到這個現在這樣，當我們這樣理解的話，尤其是到末世的時候，你發覺那些漫畫最流行用這個這麼簡化的方法表達一些訊息的話，都是用這個方法的。好啦，咁喺感言部分咧，有一点我相信咧系要俾你知道一个嘅事实嘅。其实咧，你所见我哋呢间教会咧，能够不断而家去高升咧，系直接同我哋教会咧启示方向有关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相信有些人，我哋教会弟兄姊妹已经唔会咁谂啦。但我相信外边咧，就算而家听紧我篇信息嘅时候，都会谂一样嘢嘅，就系话。喂，系啊，我知道而家又话你将要讲神嘅话，咁但系问题咧，神嘅话我使乜知呢啲啫？我使乜知呢啲咁样嘅？真系有啲咁傻嘅人嘅，直成咧，你当一个人系会咁谂或者会咁问咧，咁你知道呢个人咧真系枉为基督徒嘅吓？点解咧？因为好简单啫嘛，呢个系我咁多年里面最明显而易见嘅啦。我哋成日都讲嘅呢啲人物，岂不是话俾我哋听一样嘢咧？就系话原来咧喺神嘅话语当中咧，有好多种的恩待和祝福的。当你认识某一类的经文和真理，就一定带来某一类的身份和奖励嘛。但你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有解谜部分的？而解谜部分呢，如果是解圣经里面的这类谜，是有一个另类身份地理的嘛。我举个很实际的例子，让这些枉为基督徒的人听一下，就是你有没有留意约瑟其实他怎样做宰相的？你有没有留意但以理他怎样做宰相的？他就是解这一类的谜咯。你见不见呢？我再讲多一次，他是解这一类的谜的。但你要记住，他们解这一类小部分的谜，他留下大部分的今天给石安解。他两个身份能够做宰相是神给他的。OK， 是神话他配得的。而并且事实上在历史上我们知道他两个都配得做这个宰相，神亦认可。但是神呢现在将他两个的谜呢，你有没有留意他合一摆了下去启示录，然后特登用星际启示录去锁住他。因为他要等有一班配得的人去解这种另类的谜，然后要成为神的宝座上面的宰相。是不是你见唔见啊？我哋而家解紧嘅谜就系佢两个嘅谜，而并且佢两个讲真，佢解嘅谜都冇我哋咁多啲嘛。即系佢同皇帝所解嘅两个梦啊，呢啲嘅谜啊，好啦，解咗啦。但系问题，你见唔见佢哋喺梦当中咧，好多谜根本都冇得解嘅，解唔到嘅，启示再将佢重写翻出嚟。但系今日你唔见咧，喺过去五年啊，你亲眼见咧，我哋同其他教会唔同嘅原因，系因为我哋解紧另类嘅谜啊嘛，弟兄姊妹，真系。对我们的怜悯就是让我们有幸去接触这些谜，对这些谜有兴趣，而并且呢有那份的知识去理解它嘛。我们是解紧神赐给约瑟赐给但以理的一个又一个的谜。而我想你知道弟兄姊妹，就算连当日这些谜是神赐给约瑟去解的。为什么？因为如果不是神去给这些梦埃及法老的话，阿水会找约瑟出来解梦啊。是不是？而事实上约瑟又怎可能识的，如果不是来自神的话，是不是？如果不是神一样这些梦去到尼布加利沙王，那阿水会走去找但以利，
是不是？你见不见？而家我讲紧嘅呢种嘅类别，岂不是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圣经咪有好多嘅经文，有好多唔同类型嘅祝福，亦有好多另类嘅，甚至涉及身份嘅呢啲经文咧？就系话，原来你理解唔同层次、唔同类型嘅经文咧，原来唔单止得咗唔同嘅想象、唔同嘅祝福、唔同嘅价值，甚至系另类嘅身份。我哋亲眼见嘅另类嘅身份就系约瑟同埋但以理神。俾咗个谜佢哋去解，佢哋解到，但系佢两个解咗之后咧，佢两个出咗更多嘅谜出嚟，就藏咗喺启示录。但系感谢主，我哋有幸啊，我哋喺全世界嘅人面前咧，神带领底下，我哋根本就解紧呢个 wisdom of the ages。所以变咗呢个，我相信解得到嗰啲不信嘅人啦，系咪？但系弟兄姊妹，所以你应唔应该珍惜你今日嘅身份咧？你应唔应该珍惜而家你所听呢啲嘅经文咧？你听嘅经文同普通其他经文咧，佢嘅作用系唔同，佢所俾你嘅祝福系唔同嘅。冇错，感谢主。如果你明白，我哋信心唔好动摇啊，我哋要对这座山说，留开子地，投在海里，心里不疑惑只信口里面所说的必成就必及到口里所说的成了、你明白这节经文呢你咪有这节经文的应许祝福和恩典、你相信因主耶稣的鞭伤我已经得罪治你明白这节经文理解这节经文你用这节经文你咪有这节经文的祝福但你知不知道现在你听的是什么经文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是什么经文这些经文不是我们可以怠慢的这些经文你听不明白你要听到明为止明唔明啊？而家有人解咗俾你听，你都唔明，你真系枉系基督徒啦！你知唔知道？你系圣经当中最极品嘅应许嚟噶。呢啲咪就系所以点解而家你明白？点解圣经讲嘅真系前呼后应，系真系劲嘅？因为将事隐藏系神嘅荣耀，将事拆清系君王嘅荣耀。而家你知啦，我哋拆清嘅就系君王级数嘅谜啊嘛。呢啲谜咧系使到我哋喺神嘅宝座上面咧，神会有另类嘅身份去赐俾你。我所以当然我是你的秘密揭示者就如我所说你都要成为人的秘密揭示者好了所以最后呢我想会那里跟三个人说我和你要成为别人的秘密揭示者好咁最尾咧，我哋学到任何嘢咧，我哋一齐欢呼鼓掌，多谢神啦，阿门，感谢主，阿门。